那军人头等舱。 拜拜，超级爱你，超级喜欢你，下次来长沙还来看我。拜。耶。看一下我手机好吗？正好画呀。耶耶，看我了，看我了。咦，正好。过年还会来长沙吗？应该会来。会回是吧？ 哇，你本人的声音比视频更甜啊！对，超级可爱。那你回来的话，我们有机会来看你，又来看你。对。昨天我们在快本那里喊你，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我录那个视频回去，手是抖的，我都没有看到你回信。好好休息，早点睡觉，不要夜。对，要开心哦。爱你，宝贝。 你好肉，天哪！你们好会夸，那是我的小宝贝儿，那是我们月月好呀，我们沈月超级可爱，巨棒巨棒，拜拜。